look at me. So he deserves your heart. Do you remember that night when we danced at that bar? We were so amazing. And I... Hello, 大家好，我是远见运动吗？今天我们来到了李洞山，李洞山位于新竹。他在渔岛旁边哦。对，渔岛旁边。我刚刚睡着了，我不知道发生。他在渔岛旁边。但是这边路不是很好开，我在晃晃晃，我感觉到颠簸，然后好像路很窄的感觉。好，那我今天一身轻松的样子，所以我今天没有很多，因为今天要讲重要的事情。前期都常常跟大家分享观念的部分，之前在二子坪跟三条鱼，就是有讲一些登山的观念，大家有兴趣可以再回去看一下。那今天就是要主要就是实际的分享一下装备该怎么准备，新手入门登山这一块应该会。第一个碰到的问题就是装备该怎么买，背包大小、衣服怎么穿，然后跟登山鞋该不该买。可是其实登山的变化非常的多，因为它会跟着你的路线，根据你的季节，然后根据你自身的体能不同而有不同的准备。今天就是以人生步频的方向来先分享，因为东西真的太多了。那我们就是先从头到脚，然后大概跟大家讲一下说背包该怎么准备啊，衣服该怎么穿啊，那登山鞋该怎么买啊。好，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我们就先走吧。狗狗你很舒服吗？这边要清洁费，有时候一点点小钱，但可以让它有一些些维持啦。这边就是登山口。有鹅，有可爱的小金鱼，可爱。登山品超品超多，屁会屁，好运来，平安归。刚刚是这样。对，没错。还有几下？三下。李洞山古堡大概也就1.5K 而已。很近吧，不过我看我下载 GPS 图啊很陡。好，那我们就来讲一下背包好了。背包是装装备的装备。哦，好，我理解了。没错没错没错。其实好的背包呢可以让你的行程轻松一半，你只要找到合适自己的背包就会背起来非常的舒畅，走路特别轻盈。你如果贸然的跟朋友借了一个背包，然后不是你的背包的话，你就会不经畅，你的背包让我走得好缓慢。好，那背包到底该怎么挑选？那我个人建议一天以下的行程呢，大概就是背25升以下。那你也要确保说自己一天是不会过夜的。那如果是2到3天，大概30到50升都很合适。4天以上的话，大概就是60升以上的背包大小。背包的重量大概可以背多少呢？公升数除以2.5，大概是你合适的负重。如果所以说，如果50升的话，你除2.5，大概是背20公斤，就是合适这个背包的背法。可是每个人其实能背负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登山包跟一般背包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有做腰带的设计。那这个腰带设计其实是因为我们核心能够背负的力量会比我们肩膀来的多。其实你的腰带调整是非常重要的，那就跟你的背长会有关系，所以你一定要挑到合适你背长的背包，你才有办法用腰带去帮你背负行李重。那最好的背负比重是3:7，肩三腰七，还有什么胸扣啊、肩带啊，这些也都是要拉到合适的位置，你的行程就会轻松很多。那背包的部分大概就到这边。
说这样子很破坏美观啊，自然美观。可是必要时，尤其是礁山这个东西真的很重要。我觉得乱丢垃圾比较可恶。对，那或者是如果真的有人乱绑，让你绑去一些奇怪的路上，那比较可恶。我是桃百月之一，海拔1914，这么高啊！这里对，蛮凉的，所以蛮舒服的。李洞古堡呢，是以前那个日据时代的一个军事用地啦。好，刚刚讲完背包以后，接下来讲衣服。我觉得就是它的最主要功能就是维持温度，附加的功能就是防晒、防蚊虫，然后防止环境带来的体表伤害。有时候如果他对方觉得不冷，你管人家怎么穿？我觉得现在很奇怪，有些人就会管很多。你不可以热肚子哦，你的大腿要盖好。三分钟硬哦。最危险的是失温这件事情，所以其实你上高山上山最好的穿法就是洋葱式的穿法。那洋葱式其实我们又会分底层、中层、外套、风雨衣。那底层的衣服呢，就是你会一直穿，你会穿，可能一穿就穿好多天，所以它的舒适性、它的机能性就特别的重要。那底层最好的底层的衣服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吸湿、排汗、快干，它有这几种特性。如果你穿棉质的衣服，当然你也能够爬完山，可是你会爆臭，远远300公尺就闻得到你。为什么呀？那中层衣的部分呢？它的材质通常就是刷毛、羽绒、棉质的部分。中层衣就是主要是给你保暖，然后两天以上，然后过夜行程就会蛮合适的。外套其实主要就是保暖层，那外套还有一个相关的就是风雨衣。那为什么外套跟风雨衣要分开讲呢？大部分的人或者是初学者一定都会认为我买风雨衣，它就是防风防雨嘛，然后 bonus 保暖功能嘛。可是其实你上高山以后，你会发现，如果你只是单件的风雨衣，其实没有保暖效果。你在山底上也是冷得不得了，因为我试过了。主要的保暖功能是它里面可能有时候它是做两层，那它的夹层可能就是做羽绒的或者是刷毛的。风雨衣它的特性就是它耐磨，然后防雨嘛，这一定是基本的。大家常见的雨衣，从轻便雨衣、机车用的雨衣，然后到活动式的像 GOTEX 的这种风雨衣，像我们活动式的风雨衣，像这一件，这件就是野跑还蛮适合的，因为它就是单层，然后非常的轻。它最主要就是来自它的透气度，它不会闷在里面。所以人家不是都会说，如果你穿一般的雨衣啊，那个透气不好的话，可能就是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所以讲完衣服的部分，接下来就是下半身，下半身就是讲登山裤，不是要讲内裤，内裤就是找好看的。好，登山裤的部分呢，它其实跟衣服的挑选差不多，它还有最大一个差别是，如果当你进阶一点，其实你可以找有压缩功能的，因为有压缩，它其实是还是可以固定你的肌肉，不会晃动，不会酸痛，所以这样走起来我觉得会轻松。看一下啊，所以那这是也是往登山裤。When you got me feeling for your body, you might turn me to a yes man. Oh yeah.80 and I'm 40, I'm a nerve, bitch, I'm flat in your ass, man. We ain't gotta go outside. Two step in the rain. Wake up by my side. Don't care what you can't say. Oh, you're just my type. Oh, yeah, you know the deal, like an old script, eh? You ain't the first to really sell that shit. Champagne with the roof gun. Bought this jam back in Tucson. Think I got to get a move on. Never had much to lose, but you're gonna be better. Yeah, I'll play my love.这个山是很舒服的一座山，嗯，没有什么太阳啊。狗狗对你叫是不要紧张，因为它其实叫声是来警告你，它就是跟你说不要再靠近我。嗯，然后放下你手中的棍子，马上变成好朋友。咦，阿丁，他对我有戒心，因为你手上有。东西对，有摄影器材，他就会觉得有点可怕。嗯，一开始摸狗呢，
如果你想要摸一只陌生的狗，你可以用拳头靠近它，给它先闻，因为你直接手去摸它的头，它其实是看不到的。那其实对它来讲会很痛，从下巴开始。现在我已经回到登山口，接下来还有开始是脚的部分。好，那接下来就是讲到袜子。袜子呢，它的吸湿排汗、防臭，我觉得这非常的重要。尤其你居山屋，我相信一定会有各种混杂的味道。大家现在有没有觉得味道已经出来了？一双好的袜子，除了吸湿排汗跟防臭以外，那它有保护脚踝嘛，那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其实是它可以防止你摩擦，所以说你要一定要穿到合适高度的袜子。你只要脚受了一点伤，一点点小水泡都会影响你的行程非常大。那现在大家比较常见的可能就是羊毛袜，真的羊毛袜排汗效果真不错。好，那接下来讲完袜子呢，接下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鞋子。之前有讲到说背包可以让你 的行程轻松一半嘛，那另外一半是什么呢？其实是来自于鞋子。其实好的合适你的登山鞋，它也可以让你的行程轻松一半。那登山鞋的挑选其实会依照你的个人需求跟地形不同会有不同的选择。虽然说现在已经有很多轻量化的材质可以应付重装，但其实这个传统的原则还是不会变，就是你要背负重装还是要穿一个比较合适的登山鞋。接下来是尺寸的挑选，建议大家在下午傍晚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去做挑选，因为那时候人你的脚是最肿胀的时候。如果说它太小你会一直去顶，或者是太大你会一直去这样子吐，其实都会造成脚的受伤。那每个人的穿鞋习惯也不太一样，就是有些人喜欢穿两双袜子，有人喜欢穿厚底的袜子，那也会跟你的习惯不同而有不同的挑选。那接下来是鞋身的部分，鞋身的部分那也是主诉，就是要吸湿排汗，然后透湿性要加。会讲到透湿性这三个字的话，可能就跟还有防水材质有关了。防水的鞋子通常会相较一般的没有防水的鞋子排汗效果会差一些，可是会避免你比如说雨水或者是涉溪而过所进来的水。好，那鞋底的部分啊，它其实有分中底跟大底。所谓的中底呢，其实跟它的舒适性有关，舒适性是来自于它的材质，它三种常见的材质，橡胶、PU 跟 EVA。我就以橡胶来讲啊，橡胶最常见的就是雨鞋，那通常它的重量是最重，可是它的耐磨性是最好的，它的支撑性也是最好的，它也会负重的比较重。所以我看到鞋座他们都穿雨鞋是正常的，因为其实它的支撑性非常好。为什么说其他的鞋比较不适合？是因为像 PU 的鞋或者是 EVA 的鞋， EVA 的鞋就常常用在于跑鞋上面，所以它其实是很软。那它软最轻嘛，如果有重量压上去的时候，它会有形变，所以它不耐穿，所以它的耐磨度、耐用度是没有这么的好。那尤其像PU 的部分呢，很多是环保 PU， 买了鞋穿一次以后，如果你没有在爬山，下次穿你可能鞋底分离。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它是环保材质的，所以它呼吸这样。那如果说以这三种材质来讲啊，它穿起来的体感会有什么不同的差别？橡胶就是硬 ，PU 的话会比较弹；如果是以 EVA 的话，你就是感受到它就是非常的轻。那大底的部分呢，最主要就是跟颗粒的形状、颗粒的大小，然后跟就是主要是就是抓地力跟耐磨。那大家其实常见的就是黄金大底的。那像我今天穿的话是筒高比较高的，那筒高高跟筒高低应该要怎么选择？筒高这个东西就是跟灵活性有关，然后跟保护力，就是你筒高越高的话，其实它是可以保护脚踝的，然后它也可以防止异物跑进来。那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看起来就是比较专业，帅度够。可是这是我个人，因为我会常常做一些跑山的动作，我会喜欢低筒的，因为它的灵活性好。可是说实在哦，那个石头真的很容易不小心就踩进去。那像这次我是穿筒高比较高的鞋子，是因为我也想要试看看，筒高高的那种穿起来的感受是什么。那像我今天穿的这双是 MIT 的，那它是那个喵虎，我应该没有念错吧。它品牌创立的跟我的年纪差不多，那我发现它做的鞋子种类非常的广哦，工作鞋、小朋友用鞋，然后到登山户外，
然后它还有一个很酷的鞋子是那个翼卡鞋。翼卡鞋？对，它是卡鞋，但是它不是卡鞋。啊好，那个这双鞋子它是筒高比较高的，那它穿起来的感觉，其实它的底是橡胶，它的那个中底的部分是 EVA 的，所以穿起来是蛮舒服的，那重量也不会很重，也可以去看一下它的那个磕痕啦，但就是比较不会滑啦，然后保护脚踝，那它这个也是有防水的效果，它有超高透湿性的布料。那我们接下来那个测试一下他们家的防水，因为我其实也蛮好奇的。我通常下雨天我不太爬山，下雨天不爬山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走不完，但我只是觉得那个就真的只是体力上的考验。如果我的目的是我想要看到景，我不是只是单纯捡山头的话，那我们何必下雨天在那边折腾自己？因为你一定看不到景啊，所以我们也来测试一下说防水这个东西到底会长什么样。可是防水哦，它有些是防泼水，那有时候在长时间下大雨的状态下可能会有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做简单的水瓶来淋看看。哎，结果我的队友会不会要喝水，然后被我倒光光？没关系，我这边有多带。我给我的鞋子喝去了，看起来是可以哦。那如果你是低筒的鞋子啊，那你可能很不小心就容易从这里面进来的、哦、所以你鞋子其实要绑好。好，那其实在登山装备的挑选啊，其实我觉得品牌迷思这件事情就是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因为我也觉得说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自己，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比如说脚型啊、背长啊，其实就是找最舒适的，你觉得穿起来最舒服。品牌这个东西是，他如果只专做这个东西，他可能做的种类多，然后可能让你会比较有多一点的选择。每个人上山目的不同，就是有些人上山当训练，有些人上山是要当享受，所以那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当你上山要享受的话，你可能背负的东西多，你走一样的路线，但你背负的东西多，那都会影响你的行走的速度，所以一定要去找到你合适的鞋子。那今天的影片大概就到这边，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我订阅、按赞跟分享，还有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拜拜。